这是一个位于 BU West Austin 交界的一个三房一厅小型公寓套间，进门是一个非常大的走廊部分，右侧是厨房，厨房有油烟机、电磁炉、烤箱、洗碗机和电冰箱，有一扇窗户，面积相当大。左侧这边是第一个房间，两扇窗户，采光相当的好，有一个衣橱的部分。衣橱还蛮大的。沿着走廊右边这里是第二个房间，两扇大窗户，面积也相当不错。正对着这边是客厅部分，三扇窗户，客厅面积相当的大。有自己一个独立的门框，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私密性的空间。往里面走，这边是第三个房间，同样两扇窗户，面积与第一个房间相当。住的有点乱，门后面同样有一个衣橱的部分。最后这边是这套间的卫生间部分。